以上就是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，请各位股东投票。鸿运叶氏集团与米亚国合作的，请举手。我赞成，我赞成，我赞成。我不同意，叶氏集团是我国的标杆企业，更关乎着国家之根本。你们这样跟卖国贼有何区别？我尹家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但凡有血性、有底线的人，都不会允许有这样的决策。好一个有血性的底线，尹总。您确定要和我抗争到底吗？除非我死，我绝不站走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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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就成全你。诸位，还有反对的吗？很好。助理，那就宣布结果吧。今日股东大会十到十人，啊不，十到九人，全票赞成议案。我宣布，叶氏集团将正式取消与华国的合作。我反对。傅景深。